这样有兴趣吗？对啊，因为我订的这个两间，对啊，一位这样子。他说只要睡袋就好了，自己带睡袋就好了。对啊，就自己带棉被就好了。这个只抢了两间，来看一下，对，以后再考虑的。对啊，哦，早上两分钟秒杀，哎，早上都进不去网站啊，真的很幸运。对啊，哇，太夸张了，早上真的太幸运。有有有。因为二月份樱花季没。哦，啊，你们店二月几号？二月十八、十九。樱花季。可是我们不是假日。哦。对，真的不是假日也很抢手。哦，我应该订不到，一样订不到。我订两间，再下一批就没有了。对。那再进去拍一下。订到一位。后来只订到一位，这太离谱了。樱花季呢？这一间是最畅销日子，全部都来。可以开放参观，我们没有来过。这样也 OK 啊。对，不要进去啊！你看它有垫子啊。对啊，这样你们俩以后想不想来？这里比较方便的。小孩吧，大人会太挤哦。哦。啊，没有。进去先。啊，你不是你搭这个进去吧？哦，我刚才有。想要订小木屋了，我下一次啊，不知道啊，好难订哦，很难订啊，早上全部秒杀，大家八点来约，没有啊，现在只能更夸张哎，现在是订二月的，那个啊，你网页都打不开，这个四个人可以啦，可能就是行李放车上就好了，对啊，这小木屋你以后会想来住吗？自己带东西来煮就好了，不用带帐篷。帐篷要自己买啊，帐篷的比较有气氛。对啊，洗澡厕所都在这里啊。怎么啦？那过来。你看，就在收帐篷，对不对？不要走蛇形的，往前走就好了。对，Oh.